考究老师是你印象中，伊倒一年开始伫种啥？还是你去的时候已经种啥？我去的时阵已经研究在种啥。种啥啊？逐天的节目。我伊个每日的四点到五点，唱就台湾歌谣一段讲安尼，我三个人去啊，我去拢三个去。哎，这个对对，外面呢？啊，老师啦，啊，过去唱歌，迄个普通人一个在唱，哎，就唱对广告歌，一点钟唱无几首啊。该林珠。该林珠。嗯。该多几该啊？啊，我知。该。啊，有这个，以前不要做老师，做舞蹈老师。该该林珠小姐。哦，迄阵是专教，我拢伊在唱，啊，中英啦，英国咧看电影，中英啦。伊较早吼。较早。啊，叶芒嘛是较早。啊，叶芒去我去差不多三四个月，伊就无去啊。一个啥？迄碰水姑娘，哦，迄阵你甲钞票，你碰水啊，美元都碰水。哦，迄个放水公牛，但是迄个就无出来哈。可是我看你有唱片啊，唱片有，但是在那个谱子里面没有啊。徐登芳有出这个，有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这个。谱子不能，叫做跟他报谁 ？BB 琴啊，是吧？对对 ，BB 琴。哎，哦，迄个是宣传歌。宣传歌，按哪讲宣传歌？伊个美元放水，美元放水在宣传歌，迄阵放水足流行啊，人咧在吃。假唱放水。美元是迄个美国，元代话咧。美就是迄美元。美嘿。元就是三点水元。哦，美元。美元。迄阵在延平北路遐，哦，足大间咧碰。那个有一间碰水店嘛。嘿，规碰水店。延平北路沙拉汤遐有一间碰水店。对啊。这圆环佫较大只遐。延平北路。哦，迄个真是，哇，美元的碰水咯，安那。广告歌的对啊，广告歌的，所以是这个美元公司的广告歌，对，啊，怎么做唱片的对吧？